你看，你肚子比较大，这鞋带松了，你能不能我解一下？啊，姐可以，我来给你、啊。谢谢你啊。哎，等一下。哟，你看你这包这么亮晶晶的，放到地下不脏吗？我来给你拿着。啊，姐，那麻烦你了啊。没事，不麻烦，不麻烦，一点都不麻烦。姐啊，你不方便啊？现在穿那种一脚的那比较方便一点。啊，好。那这鞋还要不要系一下？这是不用了。好的。谢谢你，包给你。啊，再见啊。这是老好人。好傻呀，好个屁呀，赶紧走。哟，你看这女的又上当了，这里没人了。哎呀，今天呀，哎呀，捞一笔大的，这么多钱，哎呀，人傻钱多呀。姐妈，对呀，哎呀，今天三缺一叫我啊，不差钱。对，有钱，弄到钱了，你赶紧过来啊。好，那就三个八，我现在就来。行。前面没人，等一下呢。姐，你喊我吗？怎么了？对呀、啊，你刚才是不是做好事了？给个孕妇系鞋带呢？哦，对呀，那个孕妇肚子可大，而且就一个人在这边，挺不放心的，到现在呢。哎呀，美女，你好心给错人了呢。怎么好心给错人呢？你看看你包包里面有没有少东西？我包在手里面拎的呀。你看看，你刚才包不交给他了吗？对，是的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怎么就剩一个手机了？我取了10000块钱，去哪里了呀？他人呢？不要急啊！他人早就走掉了，我在后面看到了。你看，我把你钱啊都给你拿回来了呢。哎呦，美女，谢谢你啊！这可是我婆婆一年的生活费呢。今天正好准备送过去给她的。你看我这个粗心的，不是你啊，我要破财了呢。你跟叔叔有没少呢？哎呦，不用数了，谢谢你，美女啊。没事，以后在外面钱财不能外露，一定要装好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看你装这么多钱，包包哪能叫？别人给你提呢。行，我长记性了啊。那我先走了哈。再见。再见了。